第幾次？第一次啊，我哋第一次。金邊好有趣咯，呢個地方，即係啲嘢同我哋認識嘅嘢係唔同嘅，個認知係唔一樣嘅，但係 OK 嘅，即係幾搞嘢嘅呢個地方，值得去再了解一下。有啊，絕對有，絕對有。咁首先真係要感謝阿添少啦，幫我帶我哋去呢兩三日咁樣車我哋周圍去參觀啊，去體驗一下柬埔寨金邊食啦、交通啦各樣嘢，我哋都多咗好多嘅了解。咁對我哋香港嘅業務，即嚟呢邊有冇幫助咁啊？係嘛？會啊會啊會啊！我哋本身做快餐啦，做外賣啦咁樣。咁嚟呢邊，如果我哋將香港嗰套直接咁樣嘅 mindset 擺過嚟嘅話，咁我諗應該會遇到唔少嘅困難嘅。咁但係當我哋了解咗當地呢兩三日，知道本地人佢哋嘅飲食嘅習慣啊，佢哋嗰個交通啊，即係唔會有公共交通工具啊，唔會行路啊，呢啲其實都對成件事嘅部署。都有一個新的認知，有一個調整喺度，所以是非常之好。同埋認識咗喺呢度工作的即係做生意的人，咁佢哋都俾咗好多寶貴的意見我哋，同埋有很多問題咧，我哋交流的時候都諗，原來在柬埔寨呢個地方同香港的處理方法是很不同的喎，咁樣佢都提咗我哋很多，咁所以係都好幫助到。嚟之前一路諗嚟唔嚟嘅，其實。但是嚟到之後，其實有即整個環境咧，其實好似泰國啊、越南啊呢一類，係咁咯。所以即之後可以繼續，即係繼續去探討呢個國家嘅嘢。咁如果係生意方面咧，其實都會積極考慮去喺依度去做生意。Thank you.